望到看未来到在每定人城市在就听到过邓兆武的白青邓小凡老人的大名叫主席这老人家就过好多媒体给报纸要欢迎就是了小队亮一欢迎小队亮考察过回呀下一个王创文对那这下一个民国民国也管不起来。在每定人的历史悠久，就算在每上老的老人，也担不清楚自正超感慨传承了几多人。直到几十年再，自正超感慨抓啲嘢就失传了。到新时期。直播又直播的冲击，也使自己传统的行业遭受到阻拦阻断的挑战。几岁开始学啊？今年二五岁，十五岁以前人文化革命真了冇学哩，破事故历史性哩，门顶也红镜就卡掉哩，这属于事故哩。哦，这个属于事故。啊，那破事故历史性，那破事故，你每只个还是当人捏的。哦，所以是当文革后你才开始的。文革后过几天也刚结末，你再人破事故了，冇物一概念。哦，那你学是真是自然过来学，开学学下上街头。我初头连学唔巴去，你就比教我糖渣饼哟。你家做铁的路，再过来铁，再过来学，家再学。甲老伯亲朋友，赵某直也接受过多个媒体的采访，到在每当地也算是一个小名人。我现在基本上画有一个写，这两个写山头的吼，幸福山头，这个是从哪来的呢？当时这个山头成立39年，然后伊另外山头政府来。伊个固定，固定伊，然后伊一北青，一北青那是个灯，然后爱先啊爱用啥物来装修有特色安尼，然后伊山头就个加小伊呐，伊前面啊用这个顶人来固定一北青叫顶人青。哦，顶人青，迄只顶人青做顶人是到底个哪个呢？顶人青就顶人当这个妹啊。新加坡爱来个顶狗，我哩唔敢顶狗伊。新加坡伊只。那家庭啊，十个小小家庭，一直停，哎呀，滴出车呀，啊热车啊热，热在吹机，弄在滴有病病，我就买我无病。伊老热在旁边高工咧，高工啊真哩高，你这个无能高工。